今天我们要去非洲加纳。我现在简短介绍我们报告大纲。第一点，我们会对我们的行动计划进行解说。好，第二点是对我回国之后的具体规划。第三个是对过去对相关议题的国际参与经验与时机。第四个是我们对这个计划的预期成效。第一，我们简短介绍我们团队四人，我们团队人员总共有十人，与国际非营利组织 One Village Foundation 合作。我们预计在非洲停留四个礼拜，从7月27号到8月23号，总共28天，总共的预算是将近台币140万。我们的服务内容有分四点。第一点，我们与国际合作，就是 OVF 国际组织合作，他们的目标是来降低数位落差。我们也会探访当地的孤儿院，架设一个简单的图书馆。第二个，我们也会在当地进行文化保存，我们会保存当地部落以及酋长制度的特色文化以及文物，并拍摄成纪录片，并把拍摄影片作为接下来 IT 训练营的教材。我们会以当地学员的观点出发，以他们的观点出发拍成影片，并来检视我们志工团这些台湾大学生带来的 IT training 以及在那边的影响，对当地的学员有什么看法。第三个，我们会建立一个远距教室，我们会架设一个在他们当地的数位学习中心架设一个视讯系统，也可以借此跟清华大学由龙应台教授主持的思想沙龙合作，并成为一个长期有序的经营计划。第四个，我们会扮演 ADAR 的种子教师角色。ADAR 就是2005年Acer 董事长施正荣先生提倡的，他希望是借由台湾由 IT 制造跟研发的角色出发，成为一个能整合所有科技的概念，并将社区透过 IT 能提升自己社区的发展，并把台湾营造这个概念当成一个 model 推广到国外。我们的宗旨和 ADAR 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因为 ADAR 它目前没有在非洲进行，我们是结合参与 ADAR 的宗旨，并把这个计划推行到非洲。我们也会举办那个 IT training 的课程，服务对象是当地的行政人员、教师、护理人员。第二个是为小朋友举办的夏令营，我们会透过网络介绍他们该认识哪一些全球议题，以及这些议题又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。接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行程简介。第二周，就像之前说的，我们会待在农村部落，探访那些酋长以及那个旧有的王国，并拍摄当地特有的文物，保存成纪录片。在往后的两周，进行 IT training 的教材。我们也会探访当地的孤儿院，并建置小型图书馆。第三与第四周，我们会待在 Winneba， 就是 OVF 建设的一个数位学习中心，就是 Open Digital Village， 一个数位电脑教室。我们会在那边进行两周的教学活动，教他们如何使用电脑，以及透过电脑如何跟外界接轨。最后一周，我们与同学进行文化交流，台湾与中国文化，以及他们台湾以及非洲鼓的教学。我们财务预算总预算是140万，其中72%全部都在机票和食宿。清华大学预计补已经确定补助一人2万块，总共10人共20万的经费，再加上我们团员自己一人至少补助2万块，自费2万块，总共20万的经费，目前缺口上将近100万。第二个回馈方案的话，我们有分以下几点：一个网络宣传，我们会有网志及OVF 的网站；第二个团体形象，我们会有队服以及旗帜；第三个公开活动，会有回国成果发表会以及纪录片的播放，并配合成果的书面报告以及印制的明信片，就是刚刚各位评委拿到的明信片。我们也会配合学校媒体的宣传，或是学校帮我们开记者会，一起对外发布这个讯息。第三个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的经验与时机。首先 ，OVF 他们在加纳已经进行好多年的营造，他们在当地一个城市 Winneba 架设一个数位学习中心。这个学习中心是开放给当地的居民，不只是大学生，有小孩、行政人员进来使用这个设施。他们能在这个设施透过网络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是做什么，而这个设施同时也是一个网络的据点，能透过网络讯号站把网络线牵到当地的政府机关、酋长的家，或者是当地的护理学校。接着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志工，我们去年有10位学长姐，他们已经
去过了加纳，他们也带了两周非常成功的 IT School。而今天我们也有 IT School， 但是我们有以下三点的不同。第一点就刚刚有提到 ADAC 2.0 第二期的计划，我们是宗旨是与 ADAC 是融合的，希望把台湾用 IT 降低社区差异的经验建立在非洲上面。还有第二个，我们会在当地建立小型的图书馆，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运作。一开始我们募到的书可能不是很多，但是在经过几年之后，明年后年甚至更远以后，一个小小的书柜也可以募集成一个当地颇具规模的图书馆。第三个，我们也会架设远距教室，这都是以后能回国之后能继续进行的永续发展。我们预期成效是对加纳，它能因为有国际的注目以及资源投入，他们能更利用 IT 来降低自己社区的发展，提升数位的，借由数位了解到知识，并提升自己的知识成长。这个对台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外交机会，因为我们有过去有十位学长姐已经去了当地，跟当地的居民互动，成为了朋友。因为有 OVF 在当地耕耘了几年，也是一种释出台湾的友好。第三个是对 OVF， 因为这个机会也让所有的资源或是注目在基金会上面，基金会也可以进而将这些资源整合投入在加纳，加纳进而再扩散到整个非洲。第四个对清华大学，这是一个提升学校名声的机会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国人知道大学生可以走出校园，走出学术界，进而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省思，并且观察自己能对这个社会做什么，可以奉献与服务学习。第四个对团员是非常好的机会，透过文化交流，亲身去体验自己身为一个社会一份子，或是所谓的知识分子，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，或是我们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。以上这接下来是我们相关网站，请各位评委有兴趣可以去看看。谢谢你们的聆听，谢谢。好，请坐。啊，谢谢你的说明哦。这一份计划是。